山寨李婉玉挺滴奶戏水，本尊露丁字裤迎战。来啊来，一起来玩。等等，这个风我 hold 不住。头发这样，拿 fashion。这个模仿起 hold 住姐的比基尼辣妹是白嘉琪。虾米不熟是吗？没关系，先帮你唤起回忆。27岁的他在夜市人生里扮演丁义丸，大露32D事业线，被指影射议员李婉玉。只是白嘉琪在戏里当小三抢男人，但真实生活中他21岁时结婚，25岁被背叛离婚。你才27岁，可是你有两个小孩，对，你过婚，当初，而且。好像你戏里面其实是小三，可是希望也是被小三抢。那其实那是你的好朋友。对，没错。那当时，其实当下当然有多难过，那不需要讲。因为同时被两个人背叛，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想到最重要的还是小朋友，还是觉得说小朋友是无辜的。那会想要试着去挽回啊，会想要试着去看可不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。虽然婚姻最后还是回不去了，不过重点是他生过两个小孩，身材还这么魔鬼，有没有搞错？生过生两个那么大的，如果你不讲，生两个会更好。但要听辣度，咱们正牌李议员更屌，他不用下水。今天参观赛德克巴莱片场时，直接穿这样。新闻本尊赢了报道。